日四月四号嘛是二八受难者张七龙、张宗仁、张国仁爸仔仔罹难六十四周年的日子。会知影总统马英九是参加二八国家纪念馆举办追思的活动，嘛表达对二八家属惋惜的。家属是要求政府爱赶紧调查出二八历史的真相，公开还受难者家属一个公道。哀切音乐声当中，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四号举办二二八受难者张七龙英灵追思活动。受难者遗族张安满受到64年前四月四号，张七龙、张宗仁、张国仁爸仔仔无辜被挂到这个公墓来枪杀，到今嘛艰苦的心情依然无大平复。远在200公里外的凤林，我们在台湾仅有生存的少数家人，也聚集在目前来纪念先人的受难。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，伫花莲凤林来行医的张七龙，被推选参选一个花莲县长，受到当地人的尊重。不过，清乡过程当中，四月四号，朱军将张七龙、张宗仁、张国仁爸仔三人带走，当日押到凤南郊外公墓来枪杀。事后，警备总司令部以三人被判国家。组织暗杀团逮捕时阵反抗，加以枪杀。张家围坐伫凤南墓碑内底刻着“两国小儿为伴侣，满腔热血洒高原”的文字，将围坐悲伤哀叹表露无遗。两个小儿做伴侣，满腔热血洒胶原。我一看到，我的眼泪就夺眶而出。如果我们还有一丝人道，还有一丝人性，将心比心，想一想。张七龙为做第一届的二二八国家纪念馆举办追思会，嘛捐赠张七龙医生的遗物，总统马英九亲身到场来回谢的，希望借着受难者遗物展示，方便做了解二二八的事实。记者。